中秋假期首日赏月兔，涌现十万人潮。设计师霍夫曼根据中秋节发想的月兔，昨天在桃园地景艺术节展出第三天，碰上中秋连假第一个假日，加上天气晴朗，吸引超过十万民众到场。月兔躺在基堡绿油油草地上，特殊的泰维克防水纸制成的兔毛迎风飘逸，是不是很像史努比啊？兔爸霍夫曼昨天傍晚也现身到场，和民众分享创作心得。动新闻桃园报道。